朋友们大家好，感谢关注救火大伟。现在是北京周五的晚上11点多，刚到鬼市，因为今天在五棵松有一演出，然后咱们看看都有什么啊。 Let's go。 不是，不用了，我呀，你先弄上，我逛一圈，我先逛一圈。啊，这边儿的。这跟他没关系了啊，这跟他没关系了啊。这是一个康熙早期的一个五彩的狮子穿花的馆。大伟，哎啊，呦呦，刚演出完，我是从五棵松过来的。哦，那刚才您这儿抠了个东西了。不用不用，行，你什么？啊，你是不是你那忙你的，我逛看看。好的。不是，不用了，我呀，你先弄上，我逛一圈，我先逛一圈。啊，咱们喝一圈的。看见熟人了。